戒糖，改变一生的科学饮食法。初夏之汗，第十一章，567饱腹法。这样戒糖更符合身体需求。一年，饮食方法千万条，平衡饮食第一条。无论谁告诉你如何吃，都只有你的身体和长久的经验能给出最中肯的评价。健康的时候，不必挑战身体对不平衡的协调能力。我们的健康和情感一样，都经不起考验，你只能完全信任它。567饱腹法就是这样一种实用而毫无限制的平衡饮食法则，它会让戒糖来得更自然而温和。什么是567饱腹法？饮食方法特别多，甚至很多人已经被层出不穷的方法绕晕了。地中海饮食法、区域饮食法、原始人饮食法、DASH 饮食、针对高血压患者等等。当然，这些饮食法并非都是噱头，绝大多数饮食法都是针对一部分本身饮食习惯不佳、身体可能存在异常情况的人设计的纠正性饮食，所以才会有这么多花样。人与人之间体质差异太大，而且依从性也各异，所以营养学家和医生才会设计出这么多种饮食方法来帮助大家调节。但所有的饮食法都只是工具，他们的目的是纠正不良饮食习惯，从而达到营养和热量均衡。如果你自然的就能做到能量和营养素的双重平衡，那么恭喜你，你采用的就是天然的平衡饮食。但做到谈何容易？在此我给大家介绍一个我独创的饮食法567饱腹法。这并不是一个新的饮食模式，也没有任何限制。是的，你可以吃任何食物。这个方法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前提。第一个前提是按照平衡饮食的原则，先把食材选好，控制饮食的质量。可以参考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对食物分类的建议，但是不要生搬硬套指南给出的量。这也是567饱腹法最重要的一点。尊重个体的差异，不强求每个人必须吃一定量的淀粉类主食。这一步是使用任何饮食法都需要注意的，并不是567饱腹法独有的要求。比如地中海饮食法同样要求选择优质的深海鱼和多种类的蔬菜，而随便吃一点油炸鱿鱼圈，喝杯红酒，加上点橄榄油，就不能叫地中海餐了。可以说，任何饮食法的第一步都是选择优质的食物，新鲜，非高度加工食物，色彩丰富，能量充足。如果能控制好第一步，采用任何方法都是锦上添花。但是添的这朵花非常重要，因为添多少，按什么顺序添，能直接影响我们的血糖和健康。我们的戒糖大业甚至都需要从这一步精细控制。第二个前提是对567饱腹法的阐释。这个饮食法最大的特点是选择好食材后吃多少，完全由味的感知来判断，而不是传统的用肉眼观看、用秤计量、用标准碗测量，或者用拳头比划。乍一听这个量似乎很粗略，我怎么知道我吃了多少？要相信你的碗和你的拳头并不是判断你该吃多少的最佳标准，你的胃和大脑才是。回到最初的健康状态，孩子都会本能的进食，更加重要的是也会本能的停下来。如果不是先天性肥胖易感，或者家长追着喂饭，给予过多的加工型高热量食物，孩子对食物是天然具有把控力的。而这种把控力就是对身体自然需求的感知。恰到好处的能量和营养，既不需要我们拿出秤计算吃了多少克蛋白质，也不需要我们担心没有吃够三个拳头的主食。我们天生懂得如何吃得刚刚好，但是这个本能被各种因素打破了，其中最大的因素就是加工食品的出现，它们打破了我们对食物天然的控制力。加工食品的口味就是让我们停不下来，而它们畸形的能量或营养素比值让我们即使饱了就停，依然有可能吃下去太多热量和太少营养素。这也是现代人的营养问题所在，热量过多与营养不良并存。此外，加工食品大多缺乏膳食纤维，这就导致加工食品的饱腹感普遍不强，进而破坏能量、营养、饱腹感微妙的平衡，造成很多饮食问题。这也是著名的原始人饮食法的初衷，拒绝所有加工食品，回到原始的状态。这个设想可能很美好，却显然不现实，也不符合现代人的生活环境。毕竟加工食品就在那里，正如时代带给我们的无尽可能性。强行要求我们的某一方面回归到数百万年前，并不一定能获得数百万年前的好处，
反倒有可能剥夺了现代生活中独有的愉悦。所以我提倡的567饱腹法最令人开心的一点就是对食物的种类没有任何限制。如果喜爱巧克力，喜爱洋葱圈，喜爱煎饼果子，喜爱春卷，没关系，把它们加进来吧。但是记住两点，首先，控制所有食材的质量可以加进来，但是总体质量不能下降，所以需要用更优质的食材去平衡它们。其次，五、六、七这三个数字的意义和顺序才是真正掌握平衡饮食，同时调节饮食顺序，对抗餐后血糖波动的核心。这个五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五分饱。这五分饱需要全部由非淀粉类的蔬菜组成，比如绿叶菜、芥蓝、空心菜、茎类蔬菜、芹菜、莴笋、花菜类、西兰花、白菜花、豆类，除了大豆以外的杂豆类、菌藻类、蘑菇、木耳、海带。这里除了薯蓣类这种主食植物，其他的都算蔬菜。我们需要打开思路，蔬菜真的不是只有菜叶子而已。吃蔬菜达到五分饱也绝对不是一件难事。这里我给大家提供一份我的五分饱全蔬菜宴：生菜、黄瓜、小番茄、水萝卜、鹰嘴豆沙拉、红烧冬瓜、清炒油麦菜、蘑菇炒笋片。接着试六，在吃五分饱的基础上，继续补充身体需要的另一种重要营养素——蛋白质。以蛋白质为主的食物包括所有肉类、禽肉、畜肉、鱼类、海鲜、大豆制品、蛋类以及乳制品，这个在国内比较少作为正餐。下面是一份吃了蔬菜后能让我达到六分饱的蛋白质宴：鸡腿一个，豆腐丝一碟。这个七就是大名鼎鼎的七分饱，也是呼应中国古老智慧饮食有节的绝佳实践。那么在吃了这么丰富的蔬菜、美味的蛋白质菜肴后，用什么填补剩下的那一分呢？当然就是谷薯类，即俗称主食的食物。这可能与大多数膳食指南看上去有点不一样，但是其实完全不冲突。这个吃法还有个好处，因为用的是饱腹感这个因人而异的指标，而非固定的分量，所以食量大的人要达到七分饱，自然会吃下更多的各类食物，从而符合他们的身体需求。而胃口小的人则可以吃更加合理的分量，而不会出现刚吃下膳食指南规定的蔬菜和谷物量后，突然发现根本吃不下任何肉的情况。后面这个问题在很多运动较少的娇小女性中非常常见，因此调整顺序和衡量的方法其实尊重了每个人的具体情况，同时也呼应了膳食指南的推荐。567饱腹法与膳食指南有什么不一样吗？我们来了解一下中国居民平衡膳食参数，其中底层就是谷薯类。关于此，我们要注意两个很重要的点：另每天活动6000步，饮水1500至1700毫升。数据来源：中国居民平衡膳食宝塔2016。第一，中国居民平衡膳食宝塔并没有规定进食顺序，所以不能认为必须从第一层往顶层吃。567饱腹法与此并不冲突。这个方法的进食顺序是参考流行病学对糖尿病病人进食顺序与餐后血糖波动的影响研究得出的。先吃蔬果、豆类，中间穿插蛋白质丰富的肉蛋类，最后再吃富含淀粉的谷薯类 GI 最高的食物。这样的饮食顺序是对餐后血糖水平最有利的方法。当然，这个顺序并不是固定的，不是说番茄炒蛋就一定要先吃番茄再吃鸡蛋，而是说我们优先吃以蔬菜和豆类为主的菜肴，而不是就用小炒肉拌着一碗饭下肚。在吃蔬菜和豆类期间，自然可以伴随着少量的蛋白质类食物和谷薯类食物，但是这里一定要克服的一个问题是，不要认为只有盛在碗里的白米饭和面食才叫主食，要建立杂豆也是主食这一非常重要的思维。先用蔬菜充饥不等于先不吃主食，只是先不吃谷薯类食物而已。所以567饱腹法倡导的实际上是用蔬菜和豆类主食填一半肚子。第二，把谷薯类主食放在最后吃，如果已经饱了甚至可以不吃。这样真的能达到营养均衡吗？要明白这一点，就要明白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是怎么设计出来的。这个指南的根据是一个标准人的能量需求，大约在2000千卡，根据推荐量下限大约是1800千卡，上限是2300千卡左右。虽然不同体重、年龄和运动量的人对能量的需求确实跨度可能很大，1600至2600千卡都很常见，
但是绝大多数成年人对微量营养素的需求是比较接近的。为什么其他国家的膳食指南健图11-2也强调对蔬菜和水果的摄入一定要充足呢？这是因为太多的证据表明吃蔬果的量是与慢性病风险呈现明显的负相关关系。那么无论你是每天只需要摄入1600千卡的娇小女性，还是每天在健身房挥汗如雨或者从事重体力活动需要摄入2400千卡才能平衡的壮汉，蔬菜和水果需求量的下限都是类似的。也就是说，不能因为吃的少就先减少蔬果的量。那么该减少什么呢？自然是能量含量最高而营养密度偏低的淀粉类谷物，尤其是精致谷物、白米饭、面食。原因在于全谷物与蔬菜和豆类不一样，全谷物的主要营养成分就是维生素 B1、B2、烟酸、锌和镁、铁和钙，含量并不特别丰富，而这些营养素都可以从蔬菜和豆类中吃回来。所以567饱腹法倡导把蔬菜和豆类当成饱腹的主力，改变过去因为经济因素和固有观点形成的必须吃米饭才能饱腹的固化思维。能量需求高达2400千卡的壮汉或者运动员，则需要吃更多的蔬菜和豆类才能达到五分饱，这也是再合理不过的。因为能量需求高并不代表硬生生的往身体里堆砌热量就够了，否则他们只需要多喝糖水就行了。要记住，我们代谢任何能量都需要相应的微量营养素配合，尤其是水溶性维生素这类身体不会储存的物质，这就更加需要我们在多吃多耗能的情况下增加摄入量。所以比起娇小女生，壮汉的一顿饭绝对不是多吃两碗米饭就能解决的，而是等比例增加蔬菜、豆类、蛋白质之后，最后的那一分饱才用主食填满，这依然是扩大分量的567饱腹法。需求能量多并不等于可以无限制吃到撑为止，饮食有节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更加明智的选择。如果这样还不够的话，高能量需求的人群完全可以选择以加餐的形式获取更多的热量，而加餐则可以选择坚果这类营养素相对均衡的食物，或者再来一轮567饱腹法进食，比如一碗搭配均衡的蔬菜薏米鸡肉沙拉，又或者一碗蔬菜蘸了一半的鸡蛋面条。